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王昭君的七夕皮肤特效出来了，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王昭君的新皮肤化身成一个服装设计师，不过海报中的王昭君看起来更像一个公主，颜值是真的高。出场动画则是王昭君拿着武器绣花的动作，按照官方解释，这是采取了七夕传统习俗，头针艳巧作为主题。奇巧之情皮肤以牵牛花的浪漫蓝粉色为基调，用现代服饰轮廓结合旗袍元素，展示了昭君作为设计师对新时代东方美学的理解。游戏中的护盾还是挺好看的，普攻的子弹类似绣花针，命中敌人身上后就有牵牛花的爆炸特效出现。蓝轻盈裙摆通过非遗苏绣技法在薄纱上呈现出牵牛花图案，为新中式风格披上柔软的浪漫情调。一技能释放是彩色的针线盘旋飞散开，伴随着星星点点的粒子浮动。二技能针线绣出的牵牛花栩栩如生，从绣面上跃出，如同我们的非遗苏绣一般，总能用让绣品活灵活现。三技能花藤绒蔓萦绕成圆，袖针螺旋下坠，朵朵牵牛花相应绽放。回尘特效，王昭君坐在绣榻前刺绣，月光映照着指尖走线，这是碧落加七景，舒云影里鹊桥地，喜鹊是他忠实的伙伴，将他的奇缘送往云里。那么小伙伴，你们觉得王昭君的这款七夕皮肤如何呢？这款皮肤会在8月13日上架，首周价格1350点券，首周结束后1688点券。